香港警察似公安 ，CNN 话帮唔到忙。CNN 高网站成日讲各地嘅美食同旅游，今次佢哋就比较西人嚟到香港同大陆旅游个 feel 有几唔同，得出嘅结果竟然系好相似，直情系同父异母兄弟咁啊！先讲食啦 ，CNN 高觉得内地嘅菜式比较多变化，又正宗啲，但系香港嘅美食咧就干净啲，而且虾饺真系有虾噶，即系冇呃人啊！讲到英文水平啦，香港人梗系好啲啦，一般都能够同外国游客沟通到，唔会鸡同鸭讲。不过在外国人眼中，香港警察和大陆公安几乎一样，都是不多帮到手啊。万一有乜事要入医院啊，就更加贵到飞起添。而在西人眼中，两地都有怪现象的，好像香港人喜欢开遮遮太阳，同埋食凤爪都好奇怪。而大陆细路最喜欢穿开浪裤，又成日随街踎，就更加令他们大开眼界啊。